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在上一次节目里面，我们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、圣经的教训跟圣经的榜样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十七节，保罗特别提到他是使徒，他看见过主，他是少数少数当中，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看见主显现的使徒，他有使徒的权柄。 他又使徒工作的结果，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他写了很多的圣经的卷，他的福足迹为了传福音跑遍了亚洲、欧洲许多的地方。但是，他说：“我有权病，吃靠福音养生。”他放弃了这个权病，因为他怕基督的福音落了空。 这种放弃自己应该有的权利，放弃自己应该有的自由，放弃自己应该有的享受，放弃自己应该有的地位，放弃自己应该有的尊贵，放弃自己应该有的尊重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的。也许这个东西本来该你有的，这个地位该你有的。 这个享受该你有的，这个尊贵该你有的，这个荣耀该你有的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不愿意？为了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心甘情愿的放弃这些呢？我们心甘情愿的，愿意不愿意放弃我们应该享受的权利、地位、自由呢？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主耶稣和保罗他们的榜样呢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 他本来在尊贵的在高天之上，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但是他降卑，他卑微的生在马槽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取了奴仆的样子，心甘乐意的放弃了他该享受的，放弃了他的权利，放弃了他的自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多少的时候，我们争取我们该得的权益，争取我们该享得的享受，争取我们该得的自由。求主帮助我这样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乐意甘心的去放弃那些舍弃那些我应该可以得到的自由，我应该得到的权利，我应该得到的权柄，我应该得到的,得到的享受。 我应该得到的地位，我应该得到的称赞，我应该得到的感谢，我应该得到的报答，我应该得到的尊敬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有这样的追求，让我甘心乐意的去得着那一些不自由中的自由，自由中的不自由。其次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保罗说：“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夸口的，我是不得已的。” 因为责任已经托付在我的身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还不是一样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主耶稣把大使命交给我们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可福音十六章，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 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。约翰福音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就留下。”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个大使命，上帝不是一样的托付给我们吗？不是托付给你我吗？ 我们为什么不肯传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尽力传呢？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呢？我们有没有感觉传福音是何等神圣、何等美好一件事呢？那报福音、传喜信，他们脚中何等佳美！在保罗的心目中，哎呦，传福音这条路，在人看当然是条窄路、是条苦路、是条受羞辱之路，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成果的路。但是他说，他们脚中何等佳美！ 想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就受到激励；想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就受责备。当我走这条传福音的路，我有没有觉得这是条加美的脚中呢？我有没有觉得这是条荣耀的道路呢？我有没有觉得这是条蒙福的道路呢？我有没有觉得这是条蒙恩的道路呢？ 当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我高兴传时候我传，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传呢？当我喜欢传时候我就传呢，我不喜欢传时候我就不传呢？哎，我觉得很方便的时候，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传呢，没有空的时候不太方便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找个借口啊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今天太疲倦了，我今天头脑不大清楚啊，我最近灵性有点软弱啊，我不能传福音呢、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一百只羊，只掉了一只。 那个牧羊的人把那九十九只不用寻找的羊留在羊圈里，他去寻找那一只羊，找到了，他扛在肩膀上，欢欢喜喜跟邻居朋友说：“那只羊我找到了。”我们有没有体贴主的心？在台湾，大约还有百分之九十八、九十七的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他们没有听过福音，当然不可能信福音，因为听到信道从听到来，听到从传到来，传道从神的话来。 我们如果不传福音，他们怎么会听到呢？我们如果不传福音，他们怎么能得救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就很沉重。还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没有信主，我们还很得意吗？我们还是很自满吗？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教会很兴旺吗？我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吗？请问，在台湾的教会的人口的增长跟教会的弟兄们的增长能成比例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 效法保罗的精神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，因为责任已经托付在我身上，我是不得已的。我如果不传福音，我有祸了；我如果传福音，我将来可以得奖赏。我如果甘心传福音，我将来可以得主耶稣的赏赐，可以跟人家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讲到这里，我在想，在讲两件事情：第一，保罗到了雅典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他心里着急。我们今天如果到了雅典， 满城都是偶像，我们会照去照相研究，那是古迹，研究他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保罗除了看见偶像，看见了在雅典城里面那些千千万万没有信耶稣基督、没有得着福音、人生没有盼望的那一些哲学家、那些知识分子，心里着急，在世上跟别人辩论，在推拿炉的学房跟人家传福音。 讲了一篇很精彩的，到众位雅典人呢、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求主给我们看见了，在整个这个社会，在整个这个国家，在整个这个世界，那个背后撒旦的权势，那一些人不信耶稣的人，圣经说，通通是被这个撒旦魔鬼弄瞎了心眼，让他们看不见福音的真光，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了人灵魂的可贵，求主让我们看见了，如果他不信福音，他不听福音，他不信福音。 他将来的结局是灭亡，是沉沦，是永远的痛苦，是永远的分离。求主把我们爱灵魂、爱传福音的这种热忱给我们。其次，我们想到保罗，他竭尽所能、努力的传福音，为了福音，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难。他写格林，他写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他说我这许多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传了，我这几年已经到了很多地方传福音。” 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讲的地方传讲，免得根基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我这许多年，我很切心想往呃罗马去，你们罗马去，并且透过你们罗马做跳板，我切心往西班牙去，就是当时现在的西班牙当时的地级。求主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忱，求主给我们传福音的雄心大志。主啊，在我有生之年，八望我能够在台湾把你的福音传遍。 主啊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的同事、我的亲戚、我的朋友、我的邻居能够听见你恩惠的福音。我虽然软弱，你刚强；我虽然没有口才，你是吃口才的主；我虽然虽然愚拙，但是你是有智慧的，请你帮助我，尽我力量传福音。我传了福音，撒种的是我，浇灌的是别人，生长是圣灵，生长是神。我们尽我们这一部分本分，上帝会做他那一部分的工作，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。 接下来我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十八节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的赏赐就是别人不要花一毛钱，教会不要花一毛钱，弟兄姐妹们不要花一毛钱，可以白白得到福音的好处。 他们不必为福音费财费力，我来费财，我来费力，我来传不要钱的福音，这是我的赏赐的一部分。十九节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管辖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是，我是自由的，我唯一的老板是主耶稣，他在天上。我是使徒，我见过主。 我虽然是自由的，可是我甘心乐意的成为你们众人的仆人，传福音给你们，为你们祷告，服侍你们，写信给你们，鼓励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劝勉你们，责备你们，光照你们，我心甘情愿的，我甘心乐意的，弟兄姐妹们，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祷告。 是我要学习，是我祷告的，神呐、啊，求你给我赐我乐意的灵，乐意谦卑，乐意忍耐，乐意不发怨言，乐意任劳任怨，乐意为主受苦，乐意接受别人的反对，乐意接受别人的污蔑，乐意接受别人的嘲笑，乐意。 乐意的灵，我乐意放弃我在基督的自由，我甘心乐意的侍奉你们，我甘心乐意的传福音，我甘心乐意的种教会的仆人，我甘心乐意的任劳任怨，我甘心乐意的默默无闻，我甘心乐意被藐视，我甘心乐意被忽视，我甘心乐意被人家讥笑，我甘心乐意被别人反对，I don't care，我不在乎。 我有一个乐意的灵，我有个仆人的灵，我有一个奴隶的灵，我愿意绝对的顺服在基督的里面，我愿意绝对顺服基督为我安排一切的环境。虽然我的肉体、我的天然、我的老我、我的老亚当，我不喜欢这些，我喜欢被别人尊重，我喜欢自由，我喜欢享受，我喜欢安逸，但是我甘心乐意的，我心甘情愿的。 我求主把这样的乐意灵赐给我，让我成为一个甘心乐意侍奉众教会、侍奉弟兄姐妹、做弟兄姐妹的仆人，不求回报，不求感恩，不求报答，不求感念，不求纪念，不求别人谢谢你，不求别人感激你，不求别人纪念你。你们记不念我，报不报答我，感不感谢我，称不称赞我，我不在乎。 我唯一的目的，我为了主耶稣，我为了福音，我为了主的恩、主的爱、主的怜悯，我甘心乐意服侍神，我甘心乐意服侍人。这样甘心的灵，这样顺服的灵，奴仆的灵，是我们今天每一位神的仆人切切需要的，非常需要的。十九节。 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管辖，然而我甘一心做了众人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二十节，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做律法以下的人；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。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以下。简单说。 结论来说，我唯一的目的，盼望借着福音为耶稣得着一些人，盼望耶稣得着更多的人。所以，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有他们的传统，他们有他们的律法，他们有他们的风俗，他们有他们的习惯，他们有他们的文化。所以，像那些犹太人，我就去随从，我就去体谅，我就去。 跟随他们的风俗、他们的传统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习惯，让他们能够认同我，让他们能够接纳我，以至于我可以把福音比较容易的传给他们。当然，在讲到这样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一个原则需要平衡的，就是无论是犹太人的风俗、犹太人的文化、犹太人的律法、犹太人的习惯，绝对不可以、绝对不能够跟圣经的中的真理违背。只要不违背真理。 我完全的可以去迎合他们，去体谅他们，去配合他们。像犹太人，我就是犹太人；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。他们吃什么，我尽量吃；他们穿什么，我尽量穿；他们做做什么，我们尽量做；他们说什么，尽量说。我盼望透过跟他们打成一片，生活打成一片，让他们可以接纳我，让他们可以认同我，以至于他们可以接纳、认同我所传的耶稣基督。凡我所行的， 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，为要与人同德。这福音的好处，弟兄姐妹们，说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惭愧，我有没有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与人同德。这福音的好处呢？我有没有做任何事情考虑到福音福音的需要呢？考虑到福音的传播呢？考虑到福音的见证呢？哎呀，多少是我们想到自己的得失，自己的利害。 我们很少想到福音，保罗不一样，凡我所行的，这个“凡”字，我做的任何事情，我说的任何的话，我写的任何的信，我想的任何的事情，我只有一个重点：福音可以传开，耶稣基督可以被高举，人可以跟我一起得福音的好处，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可以见面。 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上帝的赏赐，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。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生观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侍奉观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呢？求主帮助我，也求主帮助各位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。 啊、呃，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各位啊，在旧约时代，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哪里呢？刻在石板上。新约时代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呃，以西结束也告诉我们，他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新板上。其次，旧约有十诫。 到了新约就把它变成两界，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第三，耶稣来说一句话：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。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，耶稣来是成全。 或者我们用这个字，也许更呃了解一点。超越律法，旧约时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耶稣来了说：打你的左脸，右脸也给他打。旧约时代是给太太一张休书就可以休妻，新约时代标准就更高，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旧约时代你你不可以奸淫，新约时代。 你看见一个女人，你动了淫念，你就是犯奸淫。旧约时代以牙还牙，新约时代让你走一里路，你走两里路。他要你的礼仪，你把你的外衣也给他。耶稣来是超越律法，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恩膏，我们外面有这一本宝贝的圣经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。 我们哪里不在律法之下？我们是在更高的律法之下，是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给我们的律法之下。我们的标准也要比旧约时代更高，所以耶稣说一句话，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懂的，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律法的义，法律在人的义，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天国的律法远超过旧约的律法，天国的宪法远远超过。 旧约的摩西的实践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其实就在律法一下。”二十二节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得着软弱的人；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做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要救一些人。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，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。我非常佩服。 那一些从欧洲、从美洲来的宣教士，他们吃中国饭，甚至他们穿中国的衣服，甚至他们娶中国的妻子，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，为的是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，能够因此就认同他们所传的福音。福音二十三节，我刚才讲过了，我再读一次：凡我所行的。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要与人同德。这福音的好处。我整个人生的重点传福音，我整个人生的目标传福音。我的人生观、我的价值观、我的金钱观、我的时间观，都为了福音。我的命花在福音上，我的时间花在福音上，我的生活花在福音上，我生活的模式配合福音。 我的行为，我所说的，我所做的，我所吃的，配合福音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求助帮助我们，效法保罗这样的传福音的精神，一切为福音的这种人生观，做一个传福音的福音的好处，这是恩惠的福音。 荣耀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和平的福音，有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这个福音是有好处的福音，这个福音的好处太多了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让我们可以脱离情欲上的败坏，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让我们可以得到活着活水的江河，让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 让我们可以做天上各样的基业，让我们将来可以进到新的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跟上帝、跟耶稣、跟我在主里面所有睡的人，在那里相聚。我们将来要跟耶稣一同做王，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要审判天使。 这样的一种荣耀的福音，这样一种恩惠的福音，如果你真正体谅了，你真正经验，你真正体会了，你一定非常乐意要去跟人家分享这福音的好处。除非你我是个自私人，除非你我是个自利的人，我们一定乐意的把福音传给别人，甘心情愿的，竭尽所能的，一切为福音。求主帮助我，帮助你，用这样的人生观来辅来度过我们余下的日子。我们祷告。 祝我们谢谢你留下这样美好的榜样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愿意这句话成为观众朋友和你的仆人一生自己一生的座右铭，自己的人生的目标，自己人生的标准。一切为福音，一切为福音。赐福你的话，赐福每一位收看这个节目的人。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